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讲？你要不要？你要不要？你要不要？我要换这件，这件。不要就没有了。好，一样吗？你一个人。好，那赶快拿。你看囊中一点绿。慢慢喝，是这样吗？我那么多，其实这样很麻烦，我们干脆都打赤膊，你懂吗？打都打赤膊，秀玲没赛了。你已经打赤膊了，不打赛了。是啊，你看嘞，那打都打赤膊干嘛？里面的应该会是那个戴志颖第二嘛，哈，卓天成第二，对不对？啊，讲到我们运动哦，我跟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哦，咱中和今年五场啊，我上任二月份的时候，我就跟我们所有的乡亲、所有的同仁讲，我们台湾哦，咱台湾啥话也变不停，每一年，咱台湾有一个进步。祝福啊，这个邱鸿尧啊，能够在大家厚爱之下，哦，那不要忘记我哈，还能够哈，这个当选，那也祝我们在座每一位啊，这个平安健康，家里平安，万事如意，感谢大家，祝大家幸福，谢谢立委，我们现在好，谢谢我们时尚女球队的会长哈，今天也代表侯友宜侯市长来到现场啊，赖俊达赖区长、林德福林立委，我们张国炎张代表啊，所有好，很欢喜哦，今仔日来遮，看到大家都在练拍球啊，大家拢是精力充沛，其他代表陈吉丁议员哦，甲张志龙会计师，也有我们张庆庄哦，前立委，再来，那我们再请我们。林立伟、林德福来抽出我们的五位幸运得主。刘金福，哎，好，你可以转。好，我们现在要举行开球仪式。好。来哦，三四名，争三四名。对，要分段路了，三分钟就要截断，要超过三分钟没办法。好球。用那个前走路。对啊。用那个前走再来。有，对对对，我现在是这样，嗯。
忙，还女主借以非满，或荒者家族，子弟恶者无忙。丰收与求顿，夏果直至第三场地。他们不是老人家，他们不是老人家，他们只是捏了老人家皮的年轻人。就买透了这两个老人家。睡啊！或者压多一点，压多一点。睡。小心。有啊有啊有。高准今天都不太杀球。哇！啊！好球，好球！争三四名不是吗？三四名啊。对啊，这个是三四名啊。他们要的是一二。哦，阿公他们要的是一二名，难怪他刚刚会说他们这一场打赢的奖牌分一个。可是他们已经很厉害了。哦，是。好球！好球！目前超房六分，对面的阿公九分，加油加油！快点小球！好球！好球！七比九，没有啦。这是主持人，这是评奖，这是球评。这场比赛有主持人看中，球评张秀玲。不晓得主持人，您觉得这一场应该？我觉得这场应该是六四坡。六四坡。那你对于超狂这一个如此狂妄的球队，你有什么样的看法？这名字比较狂而已。啊，实力还有在加强。很帅的。真的吗？很帅的这两场。哦，听说超狂这支羽球队是近几年来才刚崛起的。对啊，一个没有主场的球队，他们应该要再买一个主场的队。一个没有主场的球队哈，但是球员听说来头都非常不小，有校长，有厂长，还有设计师，甚至于还有工程师，还有董事长。哦，对，还有一个董事长啊，是啊。哦，这场比赛，对，关键在这位金丝汉选手，可惜。目前比数，阿公他们是13分，超狂羽球队是7分。您觉得待会换个边之后，超狂有没有可能？就刚刚前面讲的一样，金丝汉选手将扮演了一个福音卡、不安定的因素。他如果表现好，这场比赛还有希望。这场表现不好，个人预测大概是31比。哎，果然呢，金丝汉今天砍球的速度并不快，小球的品质也不好。金选手今天的表现显然有点弱弱的。反而是 Jacky 的选手这一位，听说今天表现可圈可点。好，我们
们现在期待换边之后，哎，广告时间，换边之后看会不会有更好的那个表现。因为人啊，托尼穿比赛有跟妈妈好，然后加哦，跟他飙加风扇哦，好结束。广告先结束，今天又来了，回到我们现场哦，来了，有换边之后，新选手哦。有果然换边之后，哎、欸，不错，情绪有点逆转了，阿公突然笑了起来。台湾阿公，放点水吧。哦，哇，打到了，可惜可惜，打到自己了。这个台湾阿公还真的是蛮奶顿的、哦，你看，跑得到位，哦、再打、哦，不错不错。哎呦，这是秀女功不错，哇，换的气势对对转了，对，好，很好，哦，你看，体力不输年轻人被砍了，啊，不错不错，阿公露出浅浅的微笑，竟然，阿公放点水嘛，阿公不要那么认真啊，阿公。阿公打赢也只有第三名而已啊，不要那么认真啊！哦，砍！哎呀！阿公，你已经很厉害了，赞赞赞！哎，现在我们两个到底在试？我们是公平的公审，公平的评审。哦，继续姜志雄，还有，这批选手加油！啊！一声哀嚎之中又得一分了。哇！就啊，出界了。好，我们的台湾阿公失误，对自己打了两下，硬哦，好球！阿公你很厉害啦，你看他竟然有办法打，好啦，金思翰你放球了，不要打了，阿公。打不死，哎，好球！好球！好球！耶！几分？21-12。21-12。他有碰到吗？有碰到。哦，好球！哦，好危险哦！没有小队员厉害。哦，22-14。可惜呀、啊！啊，好球！好球！不错，超狂渐入佳境。目前比数16-22。得分了，对，加油！多少？23哦。
23-16。这位球品，麻烦请你不要看隔壁场好吗？好了，我们转移一下隔壁场。隔壁场真的蛮精彩的，夏果，夏果对谁？夏果对丰收啊。夏果对丰收，哇，换场，好，再来。好。哦。放电了。哎，好厉害哦！冠亚军赛。球评要去别人转播了。好啦，就他们了。我们决定转场了。选手对老人家不尊重，竟然扑球。他是那个后来两场才有没有没有 Gordon 打得很好 Gordon 好今天你看你老板到决赛你刚刚你不是这样讲 Gordon 今天好你不然看到我录影你就换口供我看到 Gordon 人家四强看到这么久他看到出去外面比赛我们应该惭愧我们要惭愧他四强我们才第五名而已你看跟张校长不这个人讲话不实在刚刚明明就不是这样讲的我一开始我就坚决他们要给他排那个个人赛的那个没关系我看你可以讲多久来继续太强了我就是这两个人不去打那个人赛太可惜了麻烦到我们班里来简直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培养了那么多年的默契今天